创新行动，票选杰出创意。我们的行动目的是产生最终的创意结果。行动步骤一，所有人都拿出三张投票贴。第二，请每个人为他认为最好的三个创意进行投票。第三，投票结束以后，选出得票最高的创意点子。如果出现了平局，可以每人一票再进行一轮投票。第四，获得最高票的杰出创意，由团队为这个创意进行更加具体的描述，其中包括名字或主题、方案、款式、材质等等。最后，请让我们把这个创新行动记录在我们的工具表上吧。